全部都玩了冰拉我一球，下，拉你一下。对呀，我没在游戏，我没在房间啊。哦，那没事儿了，我们俩开都开了。我刚刚还你在们。说直接开还是退出去，小徐说直接开，你又不说，我这就开了。你们，嗯，你不要说话了，我们完了再喊你。哎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德帅，张德帅，笑死！哎，守住啊！哎，谁踹的我？直接锤就好了，直接锤就好了，不用踢，直接锤就可以锤冰球。完了完了，要进！我丢啊！我好像帮了一手，是不是我帮了一手？看一看，我看一眼。不是我帮发毛的，踢是那的，个猪踢的，那只猪是你踢踢的。的，都是你踢的，罪魁祸首。哎呦，我打错人了，好像。哎呀，又要进了，又要进了！这拿了防守盾牌去守嘛，不要出来吧！这只猫它又冲得很快。哇，好像脚踢的要给力一点，肯定的我没有被踢呢。哎，这个一点点行不行啊？不行，让我来捡它。你看它捡这个盾牌捡得好快。烦死了！不行，别来捡啊！怎么开语音？我要说他一下，看，你看，别叫，别他叫，捡输的都输了。还别没有叫，别输叫，等会儿输都输了。好，这个叫我来守，你们去贴。冲你啊！去发言！呀！你在门口咋子？你叫什么？踢进去了？你那狗叫什么？又菜又爱叫。不是，我在跟你两个说话吗？你个狗！妈的，这么喜欢叫！说了让你不要狗叫。哎，不是哪个教你狗叫的哦？冲啊！哇，你个……完了！太快了吧！看一我下，挡都没挡住，拿盾牌。又活了一天，上来哦！哎，队友踢的吗？好像是队友踢的，我。让我来，用得了这个吗？我去抢对面的。我踢，哎呀，我把队友踢倒了。队友咋又进了呀？我把队友踢晕了。输得真快，我只能说。哇，好，漂亮，好脚。好脚，好脚，这一脚好脚。完了，完了，大喵，哪个可能玩呢？我在这里。哎，不要来手里去踢啊！这个一点点，别往家里面，他在挡我。我根本跟不上球的速度。他抢我东西，他抢我东西，这是傻猫。他抢我盾牌。你抢我盾牌！你抢我盾牌！你抢我！哎呦，我丢！我们队友老是能自己把自己队的踢晕。踢一脚，踢一脚！完了，球又回来了。打你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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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坏起来。打你！哎，别跑啊！对。哎，踢出去！踢出去！我踢出去！哎呦，踢出去了。啊！我回来守了，我去我还补一脚，哎 ，nice！ 你看到没有？只有我拿盾牌才能赢，那个一点点拿什么盾牌嘛？技术又不行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快防守，回手！漂亮这一脚，我再来，哎呦，我再来被踢一脚。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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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拿盾牌还打不过你，哎呀，打！哎，这个肉，他又来找我，我丢啊！帅不帅？把帅打在公屏上。跟你说了，
我是防守的好，才有你们进攻的机会。哎，怎么一来这个冰球都在我们家门口？哎，哎，我是谁？哎、我在哪儿？你给我过去！哎，这个一点点一锤给我打晕了。这个一点点就是来捣乱的，对面派来的卧底。哎，他又来抓我，我丢啊！我去补射一脚。哎，没有补射脚。我 what the fuck？ 我不算一脚，不算一脚，漂亮！哎，我一锤锤进去了，漂亮！让他来抢我的盾牌，真的是。哇，帅气的凌空收射！哎呀，加油！哎、家里面交给我。哎，这个狗他又来了！我你别打我呀！我的盾牌被抢了，我要去抢回来。凌空抽射、啊、他们太多人挡在门口了。快快快快快、哎、完了快冲啊，快快快挡住。哇，这个肥猪给我一拳打飞了、哎、快快快快一脚，漂亮，再来你们一脚。 OK， 不好意思。 Nice。他这个人在干嘛？对面的在干嘛？哎、欸，还有啊，对，还有最后一局，那也要我们赢了才是最后一局。冲啊！我想出来进攻了。别闹，别闹，加油！就搁家待着就行了。能不能运出来？运出来。能不能运出来？能不能运球？哎，你看这只猫在干嘛嘛？这个一点点，我不知道它在干嘛。哎呦，我凌空抽射！凌空抽射！你干嘛？这只猪，你给我走开！凌空抽射！帅！我觉得那个一点点真的，他在干嘛？他又不去帮忙踢，他是不是对面太了卧底？赢都赢了，别叫，我很强，反败为胜是不是？哦耶，哦耶。